台湾观光局寄来的。女子熊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女子熊。希望你们现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刚好是台湾的元宵节。但其实呢，我今天会出来外面，主要是因为今天的气象说会下雪。但是大家看现在这个天气，还有我手上这个水，完全没有下雪，就是下雨跟雪。哎，等一下，现在又开始飘雪了。好，总而言之，今天会特别出来呢，就是要来看今年的元宵花灯。但是不是横滨中华街的花灯，是我手上这个台湾观光局东京事务所寄来的包裹，超幸运的。他们最近在线上举办一个小活动，没想到我竟然被抽中了。那除了这个包裹之外，还有一个是从上海，就是我之前语言学校的同学寄给我的包裹，今天两个一起开箱。然后现在呢，雨跟雪太大了，我先找个地方坐下来。山下町公园，但是我发现凉亭里面好像没有桌子，哎，只有椅子，糟糕。然后这边还有龙凤的那个花灯，一个是台湾观光局寄来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上海的包裹，有两个。我先开我朋友寄给我的好了。噔噔，这个是我朋友自己设计的贴纸。对，就是他这次寄给我的东西都是他自己设计的。我那个朋友超级厉害，他是那种美术小天才，对对对，设计小天才。接下来就是包裹本人了。糟糕，我没有带美工刀。哇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哇，噔噔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掉了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但他的手少一根，他的手居然粘在这个杆子上面，我的天啊，它是磁铁啦！你看它这边有一个磁铁，我朋友自己设计的，超强的，整个是超级 3D 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娃娃长得跟我朋友就是超级像，我现在很害怕就是摸它任何一个地方，因为我怕它等一下就是又解体。然后它这个帽子看起来是可以打开，等一下，它头脑里面可以放东西。好可爱哦！那我先把它放在这边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湿湿的。刚刚还有一个小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很可爱的熊猫头，熊猫的一个脸的东西。哦，是它的，应该是底座吧，就是可以这样放着。好可爱哦！谢谢听上，感谢。大家，再来是这个台湾观光局的神秘包裹。这个活动呢，限量888名，我就是那个幸运儿，幸运儿被抽中了。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？噔噔噔噔！等下被挡住了。台湾灯会的灯笼，台湾灯会的大吉虎小提灯。小时候就是都会用那个发票，然后去换这个市政府发的一些是灯笼，里面总共有这三个东西。它现在是一个那个虎皮的状态，对，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像那个虎皮，就一整张的，那它等一下就会变成成虎了。那我先慢慢组装好，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花一些时间。猛虎出没，为什么它有点那个外八，好可爱哦！这个超可爱的，我的天啊！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前面忘记装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吓死我！想说我的小老虎要断头。好的，下巴装好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它一直外八了？不要！我知道为什么我的老虎外八，因为我把整根就这样插进去，它应该只有插这个半圆形的地方。天哪，差点就让我的小老虎就是亏去了。有了有了，这样子是一只很威风的小老虎了。但是最后一个神圣的步骤要来了，就是它身上的这个，啾啾，台湾金牌，金牌在这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金牌！我一只脚麻掉了，因为我跪在椅子上折那个小老虎，天哪，好痛苦！完成了，噔噔。台湾鸡排的小老虎，赶快先装灯，小小的凸凸的一个 LED 灯，有哦，七彩霓虹灯，但是这里，
这有一个大的洞跟一个小的洞，卡好了，大家看这边它的内脏的那个心脏装好了，然后从这边刚好就是有一个小洞，这边就是直接可以有一个开关，就在这里按一下，哟，哇，超酷的啊！大家有看到吗？七彩的霓虹灯，元宵节在日本祝大家大吉大利耶，吉大祥。那我现在就提着我们的小老虎，稍微在中华街里面走一下。小老虎散步中，哎，帮他用一个大吉，超酷的。可是我现在拿着一只雨伞，超级难控制这只老虎的。还有我们刚刚的一个凉亭。老虎走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好可爱！哇，他现在穿的那个新春特别那个衣服，哎，我们小老虎快转一下正面，正面，超 Q 的啦！回到一开始进来这个地方，超可爱的小老虎，经过了那个防水测试是没问题的，他到现在应该还在亮吧？对，还在亮。这就是2022年我的元宵节啦。提早过，提早过，然后这一次真的很开心，可以收到就是台湾观光局就是赠送的这个小老虎，只有888位，我竟然是其中一个幸运儿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那希望之后就是他们还会提供这种可爱的小活动。然后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整个人就是宇宙无敌狼狈的，啊，天哪，我真的好悔恨哦。为什么这次记得戴手套，就却忘记戴隐形眼镜？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我是女子熊，希望你喜欢今天横滨的元宵节搭配我们台湾的小老虎，超酷的！我已经走到那个中华街这个出口这边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花灯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我是女子熊，会分享一些在日本的生活日常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越来越冷了。好，我今天有戴防水手套出来，可是没办法，这个东西真的太细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怎样？日本的花灯好看吗？